的钱要交十分一出来，我不舍得那些钱啊。哎，有问题啊，真的好啊，举手答问，抢答咁啊，我哋而家抢答啊。我呢个答案可能莫思伟唔欢喜，但系我真系我自己真实嘅经历嚟嘅。我到过唔知几多次上帝叫我唔好去教堂，怕就系咁解啦。真系嘅，叫我唔好去教堂，唔好传福音，我都唔知点解。啊，好，咁啊，阿榄叔有冇回应啊？我哋呢次聽到，我估呢個真係要請教牧師，又有舊約時期嘅安排，而家嘅安排咁啦。咁如果真係相信呢，就應該係呢個奉獻係冇問題嘅，由心而出。不過我哋話心嘅反而係教會方面嘅機構方面真係要善用嗰啲捐獻，唔好濫用，唔好係浪費咗啲信徒嗰種信心，係咪啊？如果唔係將嗰啲血汗呢愛嚟喺種種唔合上帝主意嘅地方用咗呢，恐怕就羞辱主名啊。亦一方面呢令到好多人就唔信主啊，呢個說來話長啦。不過在有都好好嘅牧者啊，其實散會之後或者其他嘅場合呢都可以請教佢哋㗎。我想問一問阿倪康先生，點解話唔好去教堂，唔好去教堂呢，咩原因呢？我唔知喎，上帝叫我唔好去咗。真係呀，我周四听到上帝嘅声音，嗰次我一般咧食烟食得好犀利，一日成五包烟，嗰日莫名其妙听到上帝话你可以唔食烟啦，我咪唔食咯，即刻唔食嘅，一啲过程都冇，人啲都唔相信，我十六岁开始食烟，食到五十几岁，无啦啦，突然即刻唔食烟，嗱佢可以证明我食烟，以前食烟食到几犀利，你哋有冇见过人一边刷牙一边食烟啊？上帝一句话就话你可以唔食烟啦，我即刻到而家为止十几年，点都未见过，我又唔相信食烟有害嘅。阿郁敏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咁你喺政界入边就同大家好多唇枪舌剑啊，或者电台入边，你惊唔惊讲咗啲嘢咧唔合上帝心意啊？咁大家都系基督徒嘅话，咁你又点知道你系啱咧？吓，就系咁嘅。咁点解？唔系你呢个问题有问题喎？基督徒唔一定啱嘅。系啊，咁你点知道你觉得你所讲嘢系啱咧？我哋都系讲自己相信嘅嘢啫，至少系我自己相信嘅嘢先啦。唔似得有啲基督徒佢讲嘅嘢，佢自己都唔信嘅，系咪？你啲係禱告就係啦，有啲人禱告念念有詞，即係文采風流，係咪？好似阿教授話齋，喔、哦、真係冇血冇肉㗎喎。禱告你都有血有肉啦，大佬，係咪？你叫我文采風流禱告二十分鐘我實得㗎，但上帝知道我講大話囉，係咪？你有血有肉㗎嘛，有啲嘢譬如我哋今日講行公義好憐憫，你一個基督徒，係咪？你走去親見制跟住語無倫次，是吧？好似我上次举个例，嗰条友佢话佢去人民大会堂见到温家宝，佢呢个上帝神嘅旨意，一个咁和蔼可亲嘅大家长，一个咁和蔼可亲嘅大家长，俾我喺中南海，我有幸可以见到佢，呢、這个真系中国人嘅福气，都系上帝赐嘅福。咁你咪想一枪打死佢？几乎，我觉得对于啱同唔啱，上帝嘅判断同我哋人间标准嘅判断有好大有好大区别嘅。人间人会好大罪恶嘅嘢，对上帝嚟睇完全冇嘢嘅。人间人会冇少少冇罪嘅嘢，喺上帝眼中可能系好大罪嘅。呢啲我都要经过好深切嘅读经嘅体会，先可以体会得到嘅。你好似好简单嚟说，大卫王啊，系啊，犀利啊！个行为几衰啊？系帮人冲凉，敲人啲老婆冲凉，害死人啲老公，巴结人啲老婆。但喺大卫圣经记载，佢又系上帝最中意嘅人喎。点解呢？个就系俾个预示你，你人间所谓有罪，同上帝睇眼中有罪系两件事嚟嘅。你唔好用人间嘅道德标准嚟衡量上帝嘅标准。我觉得呢要体会到呢啲好紧要嘅。啊，我想请问倪康先生咧，成日话听到神同你讲嘢啦，咁系最直接嘅一次系点样听到啊？即系无端端突然有把声音，定系祷告？定系发梦里面听到，可唔可以具体形容一下？有时系我祷告之后立刻听到，有时系祷告之后若干时间之后听到，有时系无啦啦听到。无啦啦用错咗啊？啊，无啦啦啊，冇错。我广东。请问系广东话嘅声音定国语嘅声音定英文嘅声音？
我可以感觉得到嘅啫，呢、這个唔系事实上，事实上唔系听到嘅啫，系我脑部感觉到有一种声音喺我上气。总之系我理解嘅话，我都冇得闲去分辨佢有咩语言啦。好似你可以唔食烟啊？呢句话初初听到我唔明啊，我啱啱住食紧烟噶嘛，啱啱过完年冇见到人哋送嚟嘅烟堆得咁高放喺度。佢年轻三次，你可以唔食烟啦。诶，我忽然间恍然大悟，原来食烟系一种刑罚嚟嘅。佢罚你食三十年烟，而家刑罚满啦，你可以唔食啦，你仲食你乜鬼？唔系咁啊，好蠢啫！就罚你打啲五十大板，已经打到五十下啦，你仲起个脑又俾人打，冇理由啊，咪我就即刻停息嗰支烟，我知我收到啦，我唔食啦，可以唔食啦，烟刑满啦，从此咪唔食啦。即系有对答噶？有对答，绝对有对答嘅。有对答嘅、啊、你可以连作文嘅。我相信呢啲嘢每个教徒都可以做到嘅。你只要诚心信啊，你始终有一日你会听到上帝嘅声音，一定听到嘅。呢、这个绝对可以肯定嘅、啊。其他嘢有得呃你，呢啲嘢冇得呃你嘅，唔系即系全世界咁多人信咧。倪先生，我不会讲粤语，我用普通话问你可以吗？我也不会讲粤语啊。好的，您以前写的那个科幻小说非常的棒，很好看。谢谢。那我想问您一下，以后你会不会打算写一些基督教题材的小说啊？刚才有一个记者这样问我。哦。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、嗯，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，我只考虑这个小说好看不好看。如果有加了基督教题材，这个小说会好看，我一定会用。如果我考虑到加了基督教题材不好看，我就不会用。而且我以后我也不会写小说了，我写小说的配额用完了。他是要写好看的小说。我以为小说只分两种了，一种好看，一种不好看。非常简单，没有其他分类的。有啲人问阿倪康写科幻小说，佢话我都唔系写科幻小说，我写幻想小说啫嘛。哎呀，我冇乜科学嘅啫。嗰啲有个记者嚟我书房，慢慢话你一定有好多参考书啦。我话系啊，我有套百科全书。佢一睇《少年儿童百科全书》嘅书啦，够用噶啦，佢哋知识已经。OK， 呢边呢边有位，系你好，倪康先生啊！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据我所知咧，我读圣经咧里边咧就有一度讲过咧，就话咧，即系信徒咧就不可停止聚会，原因就因为咧，如果你唔聚会咧，你嘅信仰就会有机会咧系偏离嘅。咁我头先听倪康先生你讲话，即系上帝叫你唔好翻教会。咁我想知道呢一种諗法会唔会同圣经嘅教育有出入呢？我同好多牧师有来往，同好多信徒有来往，好似玉文先生咁样有啊。Okay, 而且我哋喺一齐周时交流自己信仰嘅心得嘅。OK， 好，唔该晒。有聚会。咁佢又要睇圣经嘅，佢又要睇圣经咧，又系嘛？譬如呢个我可以补充嘅，但我就真系尽量我都会抽时间礼拜日可以去。即係做崇拜，咁我哋就會去。咁但係有時真係去唔到，咁你唔好將佢變咗一種形式，對自己一種限制。咁我哋可以利用其他嘅時間，係咪？譬如我哋而家夜晚瞓覺之前，我哋都會即係讀下啲經文啊，係咪？對，睇下對自己今日嘅行為有冇啲啟發啦。呢啲都每日都經常喺度做緊嘅嘢嚟嘅。我唔知你信唔信，我好幾次經過教會，我想行入去啦，被嗰把聲掹出嚟。就係、是、你唔好嚟啦。啊、类似咧，唔好入嚟啦，咁系嘛？唔系啊，即系掉头就走咯。有时想行入去嘅。